我觉得我们交院研究生新生肯定会有许多梦想将在这里实现，想在研究生期间基础课程都完成，把学业学好，然后的话把六级过完吧，然后跟着导师习一下做实验，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吧，把一些基础弄好，自己解决问题的。这3年的学习肯定能让我有一个质的飞跃。好，